应该说先天性脏病呢是一大类疾病啊，它的病种很多，一般来讲呢我们大的把它分为啊，就是子肝型或者非子肝型的先天性脏病。尽管病种很多，但是呢我们绝大部分的先天性脏病是可以通过手术进行治愈的啊，而且呢随着现在就是心外科技术的发展啊，这个治疗的手段呢也日臻完善啊，比如说早期的时候，现在呢哈，就是简单的一些先天性脏病我们通过介入不用开刀啊就可以解决，一些复杂的手术呢我们通过手术通过一个开放手术呢绝大部分的这个先天病的孩子呢是能够得到治愈的啊，这个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满意。